请掀开经本第四十四面第一行，四十四面第一行，佛有不可思议数，独率陀天王，所谓知足天王，喜乐海极天王，最胜功德床天王，极净光天王，可爱要妙目天王，宝峰净月天王，最胜永见力天王，金刚妙光明天王，心修庄严床天王，可爱要庄严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借亲念持一切诸佛所有名号。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第一句是列数，标示团体的类别啊，这个团体是独率陀天。独率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喜足。欢喜知足的意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诸佛如来示现作佛之前，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成道啊，成佛，菩萨成佛，最后身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再往上提升一级，就证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这一位菩萨常常是在这一层天中教化众生，修喜足之心。喜足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才叫做喜足呢？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喜足就很难了。诸位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世尊每一天吃饱了，他吃的比我们少，他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晚上找一个大树底下盘腿打坐，就能够恢复疲劳了。
休息休息就行了。三一一波，他就知足了。每一天遇到一些在家出家的学生，跟他们谈谈话，帮助他们解决疑难，令他们觉悟，佛就很欢喜了。并不是他的生活很忧郁，事事都能够称心如意，不是这个意思。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得很好，得少少的乐意，那就是喜的意思，一切都能放下，都能够不希求，就是知足。所以喜足，我们可以从世尊当年在世一生行仪当中啊，去体会。以及后来祖师大德们，我们世间人心目当中所见到的苦行僧，这些苦行僧也展现出喜足的境界。这是我们要细心体会的，要知道学习的。学习诸佛菩萨，学习苦行的大德。实在讲，我们以为他苦行啊，我们反复眼睛里面看到啊，他苦行啊，而实际上啊，我们看错了，他一点都不苦，反过来他看我们苦啊，啊，看这些世间人富贵人苦啊，他自己觉得他喜足啊。他心地清净慈悲，常生欢喜心，他真正是做到了知足常乐啊，人间的斗率天人啊，岂不是这个样子吗？唯有喜足才能够圆成佛道。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后补佛都住在斗率陀天，他为什么不住在其他的天上？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
处菩萨，哪个地方都好住啊。他为什么不住四禅天？他要住斗率天。于是我们明了了，斗率是表耍表法，后补佛一定是欢喜知足，也就是说的长生欢喜心，知足常乐了，这样的菩萨不久就成佛过了。那么也许同学要问了，难道菩萨也有不知足的吗？有啊，有很多菩萨发心度众生，众生还没度完呢，可见他那个还没有知足啊，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对自己来讲呢，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了，别说菩萨了，小乘出国都已经利益四相了，我法两种执着几乎都断尽了，还有微细的这些念头啊没出啊，所以还称不上习足，必须微细的念头都能除尽，这才叫知足。那么这是斗率表法的意趣。他们在此地是表三地菩萨，三地是发光地啊。诸位同修要在这个地方啊，体会表法的意趣。知足才能放光。这个发光就是放光啊，光是什么？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由此可知，你对于事出世间法还有需求，还没有满足，这个念头不但是行为，就是这个念头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了无上菩提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我们消除这个障碍，知足常乐的境界就现前了。一般讲啊，你就证得了。其如这个境界，你在生活当中表现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弥勒菩萨就是住在斗率天的，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弥勒菩萨在中国应化的
那个身相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确实给我们显示的是知足常乐。我们中国人将菩萨的形象供奉在天王殿的当中，这个意思很深呐，让一切众生一入山门第一眼就见到弥勒菩萨，就看到欢欢喜喜笑面迎人，古德说得好，菩萨示现的是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是佛心，平等心是真心啊，喜悦相是大慈大悲啊，佛家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弥勒菩萨的造像就将这几句话完全显露出来了。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菩萨要笑脸引人呐，要常常保持着欢喜心。如果我们有一念嗔恚，那就不是菩萨了。欢喜心里面要记住平等，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你那个欢喜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起来的，不是感情啊。如果从感情里面生起的欢喜心，可麻烦了，那叫情执。那个是错误的，那是烦恼啊，不是菩提啊。弥勒菩萨的欢喜，那个欢喜心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是真实慈悲表现。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这就没有错误，就真正学佛了。向下也列举十位上首，名号之中显示发光地修学的形象，
也显示出三地菩萨的修因正果。我们看第一尊，所谓知足天王，知足就是斗率陀天王的意思。斗率陀是梵语，翻成华文的意思就是知足。这一位总说，后面九位是别说，我们在此地要特别留意。知足的意思很深很广，六道凡夫为什么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过失就是不知足啊。不知足，我们就能体会到念念增长贪嗔痴慢。唯有知足的人才能够转烦恼成菩提。佛教给我们对事出世间法都要知足，事法里面衣食足够了，还要求什么？佛菩萨自古以来高僧大德，大德里面包含出这个在家的居士，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居士传，这是历代在家修行成就的。善女人传，都是记载历代在家男女二众修行正果之事啊。诸位必须知道啊，出家人有修行正果的，在家人修行正果比出家人多，多得太多了。出家有佛，释迦牟尼佛是个代表，在家也有佛，在家人成佛了。我们在经上看到跟世尊同时出现的维摩居士，维摩居士在家佛啊，世尊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
人所共知。维摩居士说法，他们去听经，听维摩居士讲经说法，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这一些出家的比丘见维摩居士这个礼节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那么由此可知，当时这些出家的大德人人谦虚，对人对事对物都是恭敬有礼，他们这种事先做给我们后人看的。我们现在这一代出家人修行不如在家人，这个是事实。我们无需要避讳，也看看念佛往生的在家人多过出家人，而且女众多过男众，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出家人反而没有在家人那样的成就呢？在家人对三宝有恭敬心，有这个真诚心，反而出家人呢，以为自己出家了，穿上这个长袍大袖这个衣服啊，就起了功高我慢，以为出家人就高人一等啊。谦虚恭敬心没有了，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行为，诸位晓得要知道造业。你的修行就不相应，念念跟烦恼相应，跟菩提不相应，不如在家了。换一句话说，在家人的心比我们清净，在家人的心比我们慈悲，所以他们的成就多过我们了。我们要觉悟啊，在晚境将这一桩事实说得最透彻最明白的，可以说是欧阳靖武居士。他是民国初年的人，曾经在南京办过佛学院，他那个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时间虽然不长，倒是出了不少杰出的善知识。他在内学院院训里面
说得很清楚啊，佛法是思道啊，思道是老师第一大，教我们要尊师重道啊，不是出家第一大了，老师第一大。他讲的没错啊，在佛法里面，谁最大呢？和尚第一大。和尚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清教寺。亲自指导我修学的这个老师第一大了，这个老师我们称他做和尚啊。所以和尚不分在家出家，不分男女老少啊，我跟他学，他就是我的和尚。像本经幕后示现的啊，善财童子去参访德胜童子、有德童女啊，那个都是示现的，年岁很小的，没有成年呢，十几岁啊，德胜童子。说童子不满20岁，说童女不满16岁。善财跟他学，他就是善财的和尚。善财童子要称他做和尚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往年我出家了，也受过三坛大戒了。我回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习啊，李老居士是我的和尚啊，我称他做和尚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和尚不是说剃了光头穿这个衣服都叫和尚啊，那个是误会呀。他跟我们哪有这种关系呀？我们今天看到出家人都成和尚，错了。看到出家人称比丘，女众称比丘尼，这个没有称错。如果都称着和尚啊，我们就都搞错了，不知道和尚是什么意思啊。和尚是我们的老师，他不是我的老师，我不能称他做和尚。他跟我没有这个关系。称呼里面很重要，不可以误会。我们通常称他做比丘、比丘尼，没有称错。称他做法师行，也不算错。不能称和尚。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师生的关系，不能称和尚。那称和尚就直接教导我们的老师，这和尚第一大了，跟父母一样啊。这叫师道啊。佛法从孝亲尊师里面入门。
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的净业三福，这是修学的根基呀。所以我们对于世法佛法都要知足。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佛法里面我们选择一门，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生活环境，修学就格外容易了，功夫容易得力了。一门就是知足啊，选择的法门太多了啊，那就不是知足了。那么也许诸位读了华严呢，这个疑问就来了，善财童子五十三餐他不知足啊，这又怎么说法呢？善财童子最初修学一个老师，不是很多老师，他的老师文殊师利菩萨，也许你们要问了，善财运气好啊，找到这样的一个好老师啊，我们比不上他，我们到哪里去找文殊菩萨来做老师呢？起这种疑惑的人没有念过华严经，真正明了华严经啊，你就开悟了啊。文殊也是表法的，表什么？根本智。后面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后得智，全是表法，跟此地讲的这天王一样的，都是表法的，你可不能把它看死了。文殊表根本智啊，根本智要从一个老师你才能够得到。这是你入门啊，你要是学许多法门啊，亲近很多老师，那你注定失败，你不会有成就啊。所以佛在这个经里面叫善财童子五十三位善知识做一个修学榜样跟我们看啊，老师只有一个人，学生呢也只有一个人，这个意思深啊。我们亲近一个老师，学一家之业，你才专，你才精，不杂了。
两个老师教你是两条路啊，三个老师是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你往哪里走？你越学越复杂，越学越迷惑，你怎么能开智慧？佛家的教学一门深入，一个老师。中国过去儒家教学也是一个老师。啊，也是一门功课啊。一门没有学会，决定不能够学第二门。用这种方法成就你的根本智啊，根本智就是文殊菩萨所表啊。根本之成就了。什么叫根本之？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就是根本之。无知实在讲就是大病啊，在我们净宗来讲啊，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合起来就是根本智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定，心不颠倒是慧，那个慧就是根本智。你即使得到了，然后啊，老师才叫你出去参学，参学的出师了，啊，中国过去的话叫出师了，现在的话叫毕业了，啊，可以离开老师了，啊，毕业了，啊，从前我们不叫毕业，叫出师。出师之后干什么呢？参学，啊，那就是五十三参了。他在文殊菩萨这里修学毕业了，再出去参学了。参学是什么意思？面对广大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如同禅宗慧能大师所说，不生烦恼，长生智慧呀，啊。那个长生智慧呀，啊，是生后得智啊。所以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一切人物，啊，接触的这一切人，接触啊这一些人呢，他从事的哪些行业？我们今天讲是各行各业，哎，你所见到的事啊，你所见到这些人在造作，那是因呐，啊，你在看这些人的
是生活当中受用啊，那是果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厚德智从哪里来呢？从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因、一切果，这个里面开悟了，不生烦恼，只生智慧，慧能对五祖忍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那叫做五十三参。在五十三参里面可了不起了。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善友。这一句话的意思正是佛在经里面教导我们，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他这个认知肯定，面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跟我是什么关系？是我过去父母，是未来诸佛。是过去父母，我们的孝心生起来了，三福里头第一句孝养父母，我们这个心生起来了。他又是过去诸佛了，我们第二句奉师师长啊，这个心生起来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以真诚孝敬之心处世待人接物，这就是菩萨。这是觉悟的心啊。那么翻过来看，六道众生不知道孝道啊，不知道孝亲，不知道尊师啊。六道里面谈到孝亲尊师，范围很窄小啊，不究竟不圆满啊。佛法里面讲孝亲尊师，真正说到究竟圆满处，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去认知、去肯定，无上佛道在这一生当中就不难成就了。所以普贤菩萨在总结《华严经》修学，他老人家说出十个纲领，总结全部的经义。第一条，礼敬诸佛。诸佛是谁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是诸佛啊。对于一切人，你要真诚的礼敬呢。对于一切事，也在礼敬。事
对事怎样理解呢？办事情认真负责，就是对事的理解。对无，无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无情是无啊，幽情也是无。不但人是动物啊，我们讲有情之无啊，人是动物，畜生也是动物。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人也是动物啊，鬼神地狱都是动物啊。有情众生我们今天叫动物吗？你看范围多大，六道以外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可以包括无这个字里面。无这个字包括范围太广了，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一个字都包括了，我们通通要理尽了，然后那个孝敬呢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念念具足圆满的孝敬，你所修的叫普贤行。普贤菩萨跟大乘菩萨修行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心。普贤菩萨念念都是孝敬的，他那个境界是尽虚空遍法界。佛教我们要修啊，特别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的孝敬不能够达到遍虚空净法界，你所修的就不是普贤行了。佛在经上说得很好，菩萨若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这句话我们听懂了没有呢？这句经文我们会了没有呢？所以我请李默元居士啊，将来弥陀村里面建的这个念佛堂圆形的啊，圆形的象征呢莲花了。这个念佛堂就是莲池海会呀，赵朴老给我们写了四个字啊，将来念佛堂就是莲池海会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叫弥陀村啊，道场莲池海会呀。念佛堂里面供奉阿弥陀佛的像啊，供奉啊一万尊佛像啊，一万是比较圆满。全部都供奉阿弥陀佛的像，这个用意是表法的。那么这个佛像
我们也由一切同修吧来认觉。佛像下面就刻你自己的名字，两重意思。一个意思，我们在这个念佛堂念佛是祝福海会呀，信遥闻嘛，一切祝福都参与我们共修，一切祝福所现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无二无别，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第二个意思，是我们的期望，我们期望啊，我们很快就往生不退成佛，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样子啊，跟阿弥陀佛的样子完全相同啊。所以这尊像是一切诸佛的像，也是我们自己的像。